荒诞还真是耀眼。由周杰伦监制，拥有昆凌、曹佑宁等超强卡司的赛车电影《叱咤风云》，筹备六年，斥资3亿打造。发布会上更是找来了多2000万超跑助阵。而谈到电影票房，周董这样说：“好，讲真的，其实。”我来做一个预言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请预言。我希望，算了，不要说预言了。好啊，就是希望我们通常这个一天票房通常是多少？2-300万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厉害了哦。好不好？我们就是3天破1000万，怎么样？3天破1000万，来，先掌声鼓励一下。希望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再接再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5天破1000万嘛，好不好？对，通常不是有些人会许一些承诺吗？对啊，破衣服脱衣服啊，干嘛的、啊？对不对？谢谢周杰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那么傻啊，没那么傻。我们再接再厉。没问题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如果破千万，这个希望媒体朋友，这位大哥大姐一定要好好报道一下。周董太谦虚了啦，好口碑就要靠各位粉丝多帮忙了。而这也是周杰伦夫妻俩结婚6年首次同台，虽然两人低调鲜少互动，但还是被捕捉到了这些小撒糖的有爱片段。对，像我刚刚就在车子里面，我跟女赛车手跟聊了一下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你们女赛车手多吗？他说就只有2-3个，是，所以真的在现实生活中，女赛车手真的很少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女生要有这么大的胆量跟男生拼那个速度，跟拼到最终有点不怕死，我觉得女生还是有一点小怕这个件事情，男生比较有那种不怕死的 guts， 然后所以女生要把自己拼到跟男生一样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辛苦的过程。画面真的是太甜蜜啦，两人合作的电影也即将上映，喜爱速度与刺激感的朋友们一定要进戏院多多支持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，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